有咩問？好，今個禮拜啲新聞嚇，就呢個下一屆嘅特首選舉咧，嗰、那個選委會嘅名單出咗咯，定咗咯。你有冇份啊？我點會有份啊？喺茫茫咁多嘅香港人之中，只有千幾位嘅啫喎。咁啊，恭喜你咯，冇份就。咁樣睇世間，我哋咁樣睇世間先啦。哦，冇份啊！嗰、那個好深奧嘅學問嚟嘅。嚇、啊！有人炒啊嘛，呢位。哦。唔係講笑啊！做選委都要，委員都要炒。炒。有價有市噶。你想埋堆你唔賺。咁係，咁係。唔係佢嗰啲冇咩身份、光榮地位嘅人，佢攞呢個位。所以點解佢哋唔？佢而家佢個遊戲咧，佢其實可以行萬直選噶。係咯。但係佢等於你而家中國嗰啲人大代表啊、政協啊，佢都係委任噶嘛。係咯。不如你個選出直接委任啦，可以咯。但係咁你唔好睇啊嘛。唔夠民主啊！佢 A 版民主，嗯，又叫伊朗式嘅民主，但都係民主，明唔明啊？係。嗰場係戲嚟噶，劇情需要。唔使嗰場係戲嚟噶，咁有好多人唔係咁心水清咯。咁佢都有個畫面俾你話選出嚟噶。啊、到時又特首又投票又成都有人嗌票嘛，係咪喺嗰場？係係係。所以世間咧，有個競爭嘅爭似假時假亦真啊，同埋佢有價有市喎。有啲人靠攞咗啲機位咧賣錢嘅，唔係講少啊，呢個事實嚟噶，所以佢哋。共產黨是很聰明的，你們不要看共產黨，不聰明怎麼打我江山？婆門左道你們輸給共產黨，他現在為什麼這麼惆悵？他就是遇到一些不跟你玩婆門左道，全部拿正你做合約精神、啊、透明度高、啊、你就輸，你跟他鬥古靈精怪，你輸給共產黨。他由細細個一路咁鬥爭上去，一路古靈精怪，鬥賊鬥性，啊鬥體面色做人咁。由僆仔係噶啦，做少先隊，知唔知啊？嗯。所以落到嚟香港，你哋個個輸俾佢。嗯。就算落嚟香港做雞嘅，你都輸俾佢。香港雞一遇到啲大陸雞就屌你，咁樣輸曬。佢飛身撲出噶嘛。啊爭公屋都爭輸啦，唔好話乜嘢，佢冇底線噶嘛。總之佢攞到嗰個利益咧，就係為目的。嗯，唔理你用咩方法，唔理你用咩方法，嗯，達到個目的咧就係算數。嗯，所以咧佢呢個遊戲咧，佢哋好聰明噶。嗱，我舉一個例啊，譬如話你啲咁嘅選委，每一年唔係講呢一屆啊，講以前，據我所知有啲組織咧。有啲禮飛俾佢嘅，譬如嗰宗教團體啊，啲咩演藝界團體啊，咁啊又派飛啊嘛，嗰千二票，咁啊拉住嗰票咧，又劈水噶啦。嗯，有啲人要出位啊嘛，但你告佢唔到喎，佢捐錢俾佢個組織黨啊，大條道理，啱嘛？咩團體佢捐錢又收條俾你，你支持佢做文化好，做教育好，做搞宗教好，俾你佛教會嗰啲咁嘅會有十張飛咁樣，拿住嗰扎飛嗰啲會長古靈精怪嘅，睇下點樣做人情。嗯。有人埋堆咁。嗯。我話而家你點解咁多人突然間組織咁呢個團體咧？嗰個團體又係想佔呢一位攞飛。譬如廣東省啊、浙江省啊、啊遼寧省啊、江蘇省啊，咩同鄉會啊，咁個個咪幫你，嗯，配票啊，又係咁多，俾人俾啲十張八張你啦，咁啊大家嗰、那個嗰啲會嘅一二把手咪要出計啦，你係同中央拉票咯，
啊啲啊噏到離曬肚啊！你話，唉、哎，我啊拉到你一票，到時咪輸到撲街咯！佢要佢選舉，知唔知啊？冇街數嘛，輸到撲街啊！有時講，等佢炒嘅。咁咧，所以點啊？恭喜你，你冇份咧，因為你拿嗰張票去咧，你一定要捐錢。嗯。咪都要俾你。嗯，點解要俾你啊？係，佢有啲就唔使嘅，但你都要 high 嘅。佢話你啲係做政協嘅，佢自然就喺個政協嗰個群組咧，就自然成為嗰個選委啦嘛。哦，啱唔啱？係啊。但咁你做政嗰時候，你唔見好多錢啊嘛。係係係。每年又要捐錢好多錢。係。但嗰啲係燒煙花油嚟嘅。嗯。咁你又可以整個 A 版出嚟，又有錢收。又可以常為旗手，係嘛？咁你以前張曉明喺度賣幾個字，中聯辦個主任係啊，記得係啊，書法啊嘛，係啊，嗰、那個小鬼張啊，啊，佢啊賣俾個走私佬，走私佬係賣咗幾個字咁嘅撲街。咁、哦、台底有咩交易咩成咧？你而家叫拎又寫幾個字出嚟睇，冇人買。咁啊，系喎，好簡單啫嘛！而家你叫呢個張小鬼啊，又寫幾多字出嚟，冇人買，嗯，係嘛，嗯，所以我話恭喜你啊，你冇份嘅，慳多錢啊！我哋冇條件，冇條件，有都唔制啦，嗰兩樣嘢咋？你而家呢個咁嘅呢啲咁嘅政治遊戲咧，喺呢個時空，你連你個區特首都係一個。城市仔的市長找個放大鏡照啦，在觀眾大滑痴啦，何況你還說要整一張票去投這件事出來，更加你可以找個顯微鏡照啦，成何氣候啊。好啦，這個都沒所謂啦，你炒幣了這些東西回來，但有些人要來 social 的，跟你卡片的、啊、我這個太祖第幾屆的什麼小的委員會那些很膚淺的人、嗯、但這個世界我們要接受百貨是種百合胭脂頭有文武其實菩薩那些很膚淺的人物他有什麼威力沒有威力、嗯、人生有現在香港你想出人頭地我無腦責的你又沒有學術成就又沒有藝術成就不同我們我們懂得幾句粗口的他不肯懂的嘛，你開什麼講粗口，不是那麼多人夠膽講的，大哥，是吧？講得好聽還難啊，對嗎？所以呢，就是他有他的市場，就很難評價，但是呢，隱蔽的炸彈，現在好像沒什麼事，好像威威吃雞，拿回來，有朝一日，轉朝換代，或者調轉風來吹，一打西風，而家你當東風一變西風。哦，當年呢班家產選過邊個邊個出嚟？點樣選過？家產六百九黑衣出嚟、啊，選我董建華出嚟。哦，秋後算帳，你冚家產走唔切啊！嗯，唔係講少啊！我啲朋友夾硬俾佢做嗰啲政協，唔敢印卡片啊！不過佢話佢喺國內有工作做嘅，唔好意思推做大生意。寄咗去印幾張卡片啦，翻國內佢咪印住全國政協咯。佢出外嗰啲完全唔敢印。去外國就唔敢印。完全唔敢印，唔敢印。哦。變咗你係共產黨打手啦嘛。哦。嗯。但係而家仲大鑊啦，佢哋美國宣布咗制裁之後，嗰啲咁嘅政協啲嘢入撚咗黑名單，制裁分子會隨便燒撚到你嘅。係。就算你銀行開户口，你都要。那些大銀行咧要你登記咧，有冇呢啲政治團體組織？好撚複雜嘅，所以普通人咧就唔好鬥啲政治。嗯，我哋都唔鬥啦。以前我正式受公職又唔同啊，我嗰個係職業工作嚟嘅，但呢啲嘢你見我係冇啦，我冇搞，又冇黨冇派乜都冇，變咗咪係人都屌得咯。是啊，最撚早我屌陳文水黨班，跟住最撚早我倒董啊嘛，
表述董建華，你話唔啱俾隻垃圾咯。成個香港就係俾人家爭我緊死，勤力冇腦又蠢又貪緊濫，香港咪死緊咗。該恭喜你啊！你哋冇得選又唔使平民。咁啊，講完呢個之後就又有講下第二樣嘢喎。最近嘅就又係講下啲小市民，我哋啲小市民嘢啊，經濟早排。上兩個禮拜啊，驚心動魄啦！啲股票跌到，唉，跌到都驚啊！真係。唔係講而家揸股票啲唔係普通人有嘅。同埋嗰尤其是嗰只教育股嗰啲啊，哇！嗰、那個就加速借位啦。係、那個、啊，唉，真係同我哋分享一下博士經濟同埋呢個股票呢啲。因為佢國內做工作咧，就係、是、一刀切嘅。嗯，係啊。咁佢都助長咗係。佢中央政府講嘅理由咧係未常唔係道理，你變咗令啲細路仔咧自卑感，同埋啲細路仔咧佢冇補習咧就輸俾人，係啊係啊，咁你製造個社會咧係唔公平嘅，同埋咧就好多咧係串謀出術嘅，香港啲名校都係啦，我都講過啦，嗰啲補習天王嗰啲咯，補習天王啊，你個老師啊特登留一啲啊。叫你放咗學咧，要跟佢補習俾先，我都試啊，咪你考唔到啊！即係呢個咧，有利就有弊嘅。大家中央咁樣咧，佢但佢留一手嘅。而家佢放鬆好多，連英文都唔使讀。係啊，又唔俾你做好多功課。我相信佢有可能會走北歐嗰邊嘅路線。係。細路仔，你真係俾佢玩。係。以我哋嗰個年代，邊度有補習㗎？冇啊，以前咁窮。我哋有錢都唔補習啦，我哋都係讀翻半就啫，讀書啱啱。有錢人屋企咪請老師咯。係啊，我哋都係讀半就啫嘛，讀半就啫嘛。咁你啊最重要咧，你都係要靠你嗰個做人為基本。嗯。我哋知道大陸咧有一條村落咧好有錢，係中國第一村，好有錢。咁咧佢嗰個村長又請最叻嘅先生翻嚟佢間學校教書。哦，即係私塾嗰啲咁樣啊？係啦，起一個啲學校。咁佢嘅條件咧，就我哋啲僆仔咧唔使叻嘅。因為你個個都有樓有成有租收，有地啊！你最緊要同我教佢做人，哦，有禮貌，中西式嘅禮貌，寫封信抬頭寫乜嘢，自己點樣稱呼啲姨媽姑姐叔伯兄弟，你嗰個食西餐嘅 table manner 全部要教做人，全部教做人。佢真咁講啊！我哋啲子侄個個唔使擔心，我要佢教做人，識字就得啦。冇話唔睇張報紙都唔識，係嘛？就算而家你喺美國咁大嘅國家，中部啲人好多都電腦都唔係得機㗎，好落後㗎。係啊係啊，八成人冇護照啊，美國八成係嗰啲大城市嗰啲先至先進啲啫嘛。咁你好多個社會一個整體結構咧，你好多工作咧都係中層嘅，中下層嘅人做，其實冇分中下層。所以日本咧就平衡得好嘅，你做個工匠咧，你身份好高，你做得好嘅有成績啊，係尊重你嘅。就算美國都係噶，郵差人工好過坐寫字樓啊，同埋仲要巴士司機都係啊，人先至可以做到郵差。巴士司機都係啊，好貴啊！南嶺啊，人哋尊重人好，香港係同埋中國啲嘢走咗歪風，學做人最緊要啦。咁呢啲搞呢啲股票啲人咪投赤啦，南柯一夢咯。啊，當然啦，你唔知道共產黨啲所謂，佢真係朝令夕改噶嘛？嗯，好多新嘅政策噶、啊。你諗下佢嗰個騰訊係邊個機構啊？騰訊有個不知另外一隻股票登篇文章啫嘛，唔見四千億啦，話打下嗰遊戲啊！啊係啊，騰訊啊，咩榮耀咩係啊，網上遊戲嚟噶嘛，係精神嘅毒品
是啊，噏一噏就登咗出嚟。系啊，一篇文章嘅喎。系啊，就即刻跌唔見4000億啊！個市值，所以你哋就知道喺中國嗰個權力架構咧，好另類嘅。你香港亂登人哋當你吹水啫嘛。啊！但你估唔到喺中國嘅報紙登篇文章，你會死嘅。係，即係直接冧啊！係啊，點解咧？佢嗰個係中央嘅權力嚟代表。係啊。好多都是中央報紙，因為他們知道他一登出來就因為是不是中央指示的呢，因為中央宣傳部管的嘛，這全部、如果中央指示那就撲街的嘛，那很多人想很多東西出來，哎不要了敗了，那你就撲街了，所以他的政治史呢你很難，所以就牽連我們上兩個禮拜的股市是吧？是啊，咁你覺得經濟點啊，博士？香港整個你嗰啲咩又話影響咩安全，又網絡安全，又金融安全，哇！好撚多種啊，涉及國家安全，國家安全入邊有好多反安全嘅。係啊，你真係暈緊咗浪啊！香港彎緊緊嘅，走緊下坡。除非有特殊嘅轉變，係照而家嘅走勢。你話邊行得嘅？冇行得喎。唯一你要同埋政府低能啊嘛，你應該有夠膽咪開關咯。嗯。起碼刺激翻曬個旅遊嘅性。嗯。佢唔俾大陸啲人出外國啫嘛，嚟香港俾啊嘛。啊。咁你起碼啲頂住個市場啦，開關，係嘛？有中咗招嘅咪睇醫生咯，佢個死亡率好低啊！而家你差唔多，你平時嗰啲流感嘅世界死亡率多過呢啲，高㗎高㗎，好高，幾百萬嘅而家平時流感都一年，所以你唔好當一回事。而家呢啲人家係嗰啲醫訓啊，嗰啲咁嘅藥霸，屌你有冇搞出嚟啊嘛？係嘛？所以呢啲咁嘅政府就係冇撚興噶。你諗下，你出門隔離廿一日，翻嚟又隔離廿一日，你會唔會？係咯，點會唔去啊？係啊，你揸個驗身紙，48小時內驗咗嘅，咁你又可以上機。你落咗機之後，通知佢哋邊度報到，又有再驗多次，翻嚟又再驗啦，上機翻嚟唔搞掂。同埋佢哋真係多撚餘嘅，好撚無撚謂。因為而家過有中招打緊曬針噶嘛，打曬兩次以上噶嘛，咁啊越打咧越變種犀利啊嘛。我哋講咗噶，佢呢啲咁嘅病毒咧係睇緊住你嚟變身嘅，佢對抗你外邊嗰藥性咯。就算而家你香港你屋企賣啲殺蟲水，噴曱甴，噴噴下都唔撚靈。係啊，個曱甴慣咗。又要揾只第二新嘢嚟。係啊，俾第二隻嘢佢食下。係啊，係啊，係啊，因為佢哋識避噶嘛，佢知道咗。同埋佢永遠話清零叫多撚，如果永遠都有病毒嘅個。尤其是你有入嘅。冇可能啊！你冇資格可以消滅啲病毒。係啊係啊。永遠都有嘅，你點消滅啊？所以你見到啲政府咧係冇撚用。而家好多國家都係放棄清零。冇啊！呢個你冇辦法消滅到個宇宙嘅唔同嘅病毒。係啊係啊。而家你求其攞個人體入邊都好多病毒噶嘛。係啊係。啱啱啊。同埋隨時都會冇一啲新嘅出嚟，係咪？點樣去清一隻咧？變化啫嘛。變化係啊。所以點解我哋用我哋嗰個機制吸驅風油、萬金油、噴行微子水咧？就喺我自己，我唔理你有冇病毒，我自己製造環境啲病毒入嚟咧，生存唔到嘅。係。你個病毒後面嗰個上帝嘅機制咧，呢個唔適宜繁殖，佢停止繁殖咁樣就算。嗯，係嘛？但係而家啲人唔係啊嘛，搞嚟搞去，搞嚟搞去，唔見幾多錢啊？無民傷財啦嘛。嗯。印度好嘢，一路降咧，一路降。係啊係，佢哋都有用嗰啲廢陀醫藥。有廢陀醫藥啦，佢哋又用翻啲杜蟲藥啊，最有效啊。啊，中國就用中藥。又用中藥，又降，係啊，都佢哋都好有效，佢哋都好有效。佢用張仲景嗰啲都有效。係啊，所以你唔好俾嗰啲人嚇撚死啊嘛。好，係咁先。好，唔該曬。